咏春实用招式教学。喂，师傅，我想问咧，如果譬如有人出拳打喺身后，咁就加手少或者伏手少啊？可能好少啊。好啊，右手啊，一窒嘅时候，我再掹只手嘅时候，你弃手啦，冇嘢，退咁就烧咗。做咗呢个之后咧，摊手烧啦，做一个伏手，又伏手唔系咁样烧嘅，系咁样都系伏手嚟嘅，都系伏手，好，冲，退，一样啫嘛，都系用翻呢个方法烧好，弃咗只手打嚟之后出到嘅，好，右手不伏。跟住梗系轮到我嘅示范啦，嗱，睇下，好鬼死鬼型仔噶，重心喺后面，哦，系啊，咁型好多，型好多嘛，转个大开咗佢话型好多，而家型好多，即系型好多，打出嚟几有气势，嗱，嗯，系啦，手中拳，再实起身，去，掂啦，实手中拳，再转翻佢咧，实手中拳，啊，好啦，冇错，得啦，实手中拳啦，我。再就坐起身，中，唔搞掂咯。呢一招咧有个小嘅提示嘅，就系一定要转马。突然间冲你一拳，咁你转马即系转马啦，就唔好踏步，踏唔切马，知唔明啊？即系话我咁样，你掹下手掹唔到，你成日掹下手掹唔到，咁掹就死落去。但系如果调转头，我手唔系咁摆咧，就可以掹到我，知唔明啊？我咁啦，你成日掹翻我，一扯我，都会扯到左手啦。睇下，实际冲拳系咪？再就推。咁咧就一定要赞好我呢条片啦，未 subscribe 嘅记得揿呢一个掣啦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我有新片出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